五阿哥，李胜、张瑞，有请。有请两位。哇哦！哇，好般配啊！今天两位都有红色系的在地上。来，我们这边请，欢迎两位。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。美了，好美、哦。哇，好漂亮！哎，我们先来拍照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来，这么漂亮。来，摄影大哥，要不要抱一下嘛？两个人这么当，要抱一下。不要了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嘛，这么害羞。群众的呼声。对，来右边，右边，哇，那边好多粉丝，来中间，好，左边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两位，两位，哇，今天真的是，哎，这是个女神的这个装扮，今天是要走女神风吗？女神。只要不是女神风就行。所以两位今天这样红色的搭配是提前就商量好的吗？是我们2012年的一个兆头。对、啊、这个是个好兆头。对，从开头，而且据上次我采访你们有一段时间了哈，你们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我最近刚拍完一部戏，然后马上要去台湾录个人专辑。哇，马上要出专辑了。哎，你们都听到了哈，记得去支持他们的专辑，好不好？支持正版哈。张瑞呢？我现在是在《隋唐英雄》，然后里面扮演罗成，现在刚刚从电影赶过来。哦，从现场赶到我们的娱乐大典现场，对对对，真是辛苦了。来，请大家两位来一下，啊、切一下名，然后稍作。